想要挑战自己的视觉判断能力吗？这一款大玩视觉错觉的益智游戏 Hocus， 玩家要想办法把红色方块移动到红色洞口就算过关。移动方式有两种，往下一个目的地滑动或是点击目的地都可以。玩家要记得利用阴影来仔细辨识结构和路线，有时候走错一步要回头可就难咯。Hocus 总共有100个关卡等着你来挑战，除此之外还能够自己设计关卡上传，也可以挑战别人设计的关卡哦。